那边翅膀鸟人必须要改回来。安安王都坑本，这第一步啊，王都的去神很坑吗？目前玩感觉就是难度有点容易就爬掉了。什么也没有，那个麻痹啊，开家小伙伴，别！我现在的一人骑士要趴掉了啊！糟了，挂点了！艾尔达就这样趴了，辛比奥斯，我应该先待在这边。那地狱犬我一直以为很像蜥蜴啊，这样射程蛮大的，就到这边。充满雷射的睡眠之境，到这里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上一场战争是不是都把它用掉了？
他没有打那个女骑士。この霊気に耐えられるか。对方已经聚集起来，麻痹了，说服一下 ，unsafe。不管打哪个游戏，都一定要先把法师解决掉。用法师普攻敲通，
搞定。必杀技散弹落腿，这边，然后他远攻的嘛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法师他牧师地狱风暴只能对一个人，应该不会啦，他也不会魔法啊。我就想说测试一下他们的距离，再靠近一点，反正让主角一定，主角一定要活着。那我把它散开一下。怎么样？防御19。24，那你到这里，撑住，撑住。太棒了，他把奥拉树浪费掉了。换够不到，他应该撑得住。 All right.Hold down. 再试试看，到这里，
为了以防对面的法师嘛，所以一定要分开。卡库拉塞，哈哈，糟了糟了糟了，哇哇哇哇！糟糕了，哪里啊？没关系，主角不要，主角不要有没事，不要有事就好了。哎哎哎，刚刚满血你不放绝招，你现在剩九滴你才放，麦阿内啦，我没干等级，有啦，有稍微干一下啦，你看大家都转职啊。大家都转职了，这个到这里，この霊気に耐えられるか。那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？我严重怀疑这个是，这是敌人。我刚刚应该范围的，有谁？有谁需要补血？我那个法师等一下一定里面的，试试看，好像还可以啊。OK OK， 嘟嘟后了，现在大家都没有发必杀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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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发动。纵横裂破。对，我刚刚也差点忘记，差点要再有一个领便当了。
我刚刚也差点忘记，我后来想说，怎么移动那个地方不能移动？然后仔细想一下，那是敌人的，因为没办法掠过去。差点就忘了。我回不了阿斯帕了，我们只能想成说他临地的时候是平死状态。法师在这里，不能战斗。试试看。不过跳章节它是会自动复活的。跳章节，它就会全部全体自动复活。给我东西。沙漠遗迹地图有吗？没有了。看一下是不是神父大人。神父大人看到您真是开心。我现在有一万块，你玩过你就我就把你当作攻略了，我等一下就去看那个水井看看。Oh, let's go！ 我先存档，模拟器存档，很好，但是我什么都没发现。判。自己的故乡是在北部地区，太棒了，还蛮 Q 的吗？这我刚刚是不是进来过？我们加进了一个新的同伴。不是加进来了吗？少十二元满。好，那我等一下调整一下，我看一下谁比较不 OK， 我要把它换上。这个，他比我比较派不上去了，因为远攻的我已经蛮多的了。
好，这样大家都有了。不用了，反正主角死掉了也会回归。哦，罗宾之剑中型木。看一下卡恩跟那个什么，我才刚花了那么多钱去买，然后你现在等我没钱，你再跑过来跟我狮子大开口说这个要8800，你明明知道我就剩3000亿，你存心找我麻烦。哎呀，哦，我要loa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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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爪子是给狼人用的，爪子是给狼人用的。你说真的吗？不要骗我。我试试看，我先。他没跟我，我先买个200块的东西好了。他等我有钱他不卖我，然后等我没钱他才要卖我。这黑店啊，黑店啊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看一下有谁。你说那个狼人装备的吗？他好像也可以。凯恩，好，给他吧，给他吧，要不然他都没有攻击的长处啊。不过就是熟练度不够高了。好，我之后的我再赚钱再回来买。这地方，可真多东西啊！我一个一个进去。有古怪味啊！受伤了，啊！不重视第二军要吃骨头，这是不是代表我每个都要练啊？Yes， 好 ，safe。我来洗一下。七。二。再来。哦。Very good。Hello， 我进来了。
总共有五个东西，我挖了两个。OK， 什么也没发现。我转一下画面。就是刚刚商店，那我进来这边。Yes， 去火山洞窟怎么样？火山洞窟，你自己都这么觉得，你就不要问我了。想通过这吗？绝对不行。我要通，真的不让我通。服务员辛苦了，有时候都要被拖摸屁股。我们换那个小鸡 ，very cute 的。没有人带带带。糟糕，他说没有人在待命啊。这怎么办？他加入了。算了，就先这样吧。把命放进去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下一战争。走吧。今天天空不错，好，开打。觉得没有那么少，
交给他们两个吧。那个真的很像老鼠。防御力下降，我最讨厌这个。状态变差。等下蛋塔雷需要离开，说不定不用。真的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好不容易的友情，终于升等到很高了，然后结果又没了。不要用腐蚀啊，又来了。敏捷度下降。哦，糟糟糟了，我觉得我估计是要那个 say goodbye。行きます。
还有遗迹，遗迹也要拿。好，回家吃自己。嗯，防御大幅下降，可是被打还是一滴。哇，这我倒惊讶到了。这次我一定要把这个搞定。哦，可以了。给五十升的好了。还可以。